北部很冷，容易肚子饿。啊，讲八肚八子八饿八，吗？刚吃完呢。干嘛，C 哥要外叫人家外送麦当劳了吗？等一下吧，看等下。外送餐哦。我在研究那个发哪个？票。哦，那个中奖，那个存折，那个怎么用？不进去啊。你等下截图好了。啊，你卡紧啊！但是等一下出去碰个面，买个东西吃，顺便交一交好了，不用截来截去。你要出去？搞定。不是我，点吧。啊，我？你应该没要出门的。我们要出门啊！我现在出门，是有点危险。叫接人下班是不是？啊。不用人家接，他自己上下班好不好？加长快车，只要加长快车，多一个。给我快速领奖，什么哇？给你。接谁下班？没有接谁下班啦、啊，他就有自己骑车哦。他到那边才10分钟而已。有没有 EMT 啊？有没有 MKU 啊？诶、欸。接没有接小护士啊，啊就没有呗。阿吼，你个调皮啊！没有接。嘿嘿嘿嘿嘿。怎么有人打给我啊？其他，接起来。难呐、好难哦。这都未来的其他。有遥感，有遥感的其他，干了唔汤哦，你遐哎咩啊呀，无？我喜欢刺激一点的。太刺激了欸，那个我都有点承受不住。哪会有女生打给因为我？女生她打下给我班都只不有一会条接路可以走，你要想说什么？哎，奶拢无钱。是多厚德路啊？想走了，有骑车啊？上午就放假了，不要问他要不要吃宵夜啊？嘿嘿。